说三十秒，你卡着表啊。一，他们川普撒谎说大话，可是川普他的施政纲领大部分都完成了。二，说川普是个独裁者，可是你见过被封号被屏蔽啊，没被封号但是实际上相当于封号的独裁者吗？说他是个法西斯，请问那么迅速有效富有审美和平的解决了中东问题的法西斯吗？说他低俗，可是你见过那么低俗的人却把子女和家庭搞得这么好的